这也挺多呀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哎，你的车没事吧？没事，都过去了。方一凡吧，这人你也知道，并不怪，就是爱咋呼，成天招猫逗狗的。你呀，就别跟他计较了吧。方一凡他是什么样的人，跟我没关系，别跟我提他。哎，哎，小心点儿，那手。干什么呢？妈呀，你吓死我了！看打球呢。说你呢，看啥？看这么认真，聚精会神的，这眼珠子都不带动一下的。原来是看季阳啊！哎，欣姐，打？不打了，回家。哎，那我跟你一块儿走吧。哎，季阳阳，你还不回家？我没家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是不是都饿了？嗯，马上开饭啊。今儿没学生啊？啊，今儿我太忙。又弄这种药膳，哎，烫。不喜欢喝这种药味汤。哎呀，不是给你的，放心，是给妈自己喝的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最近啊，睡得不好，老是失眠，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。有点压力。你说什么？嗯，没什么，我学习去了。先别学了，把饭吃了再说吧。你压力大，我压力才大呢。Alexander， 懂不懂？英子，开门，爹地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在家呢？